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傾趙敬浩啊。呢幾年咧，我同朋友合資開咗三間餐廳啦，一間酒吧，兩間漢堡包輕食店，一個綜合運動中心，同埋兩間健身房傾 fitness 嘅。2012年 ANF 喺香港開幕嗰陣，阿傾係一大班爆肌男模嘅香港代表，從此一舉成名，加入娛樂圈到而家。其實一般啲人問我，我都會話自己係一個健身教練。我又唔覺得自己係幕前成績特別好，我亦都唔覺得自己營商特別叻。唔係特別叻，但就有九間同朋友合資嘅鋪頭咯。點樣發掘我自己應該要做生意做？大概是2011年，即係啱啱做老師嗰段時間。嗰陣時我好記得，我做老師入職嘅時候，個人工係21,430元。屋企環境唔係咁好嘅，咁可能屋企有啲負擔，要我去處理。一句為咗改善屋企人生活，外人聽落好容易，但做落先知道有幾難。我第一嚿錢點樣嚟呢？因為我18歲開始就做 model 嘅，嗰陣時嘅 model 價錢比而家高好多。自己又做兼職啦，跟住又運動員獎學金啦。我第一嚿投資嗰個錢係大概30多萬。錢滾錢滾錢，由基層 bartender 做到入股，但每一次都唔係獨資而係合資噶。有冇諗過自己孭一個生意？真係冇，真係冇諗過。我覺得一個人能力真係有限，比我叻嘅人大有人在，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係勤力嘅，真係我係唔怕蝕底嘅人嚟。眨下眼喺商场打滚咗6到7年，总结出呢一句：我嘅投资理财金句就系身体力行。申请信用卡，睇睇 Hong Kong 卡，你的生活理财平台。